马上又压了一个破洞，对，左破洞，右进行机动，这是在展示它的水平机动能力。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姿态应该说是非常优美的，它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它进行了左坡度和右坡反映的飞机的是低速水平的这种机动能力。但因为这个飞机这个低速，过一会儿观众朋友也可以从屏幕中间来欣赏运二零这种展示它这个非常强大的飞行技术和起降技术。对，这样的现场，那么现在在跑道上一架巴基斯坦空军的枭龙战斗机加力环保起飞，马上要展开他的这个今天的飞行表演。起飞做一个斜筋斗，它是单机进行飞行表演。对，做一个这样放的这个考验之下，咱们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作风都非常彪悍。是的，这是做的一个大幅盘旋，右盘旋。哎，他这个做盘旋的时候，几乎就是机身垂直于地面。是的，水平动作以后，马上进入一个垂直的这个钥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机翼的这种前缘边条中间已经有气流分离，非常漂亮。还做了一个横滚，升。战斗机完成了飞行表演之后，正在着陆。飞机正在起飞，开始它的飞行表演。对，整个表演的节奏非常紧凑，轻轻的，多任务的战斗机。你看它的这种上升性能非常，起飞以后迅速的改为这个上升。体现了这个飞机的一个加速性。两型轻型的这个作战飞机啊，我们王老师能跟简单点评一下两架飞机，我们怎么去识别它？你看它带有一点变换角度的这样的这个三角翼，那个带有垂直机动。你可以看到这是过时速，它有拉烟，显示出飞机在过时速的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这个操纵性能。看的 FT